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在世新的校庆的系列活动里面跟大家分享。我看到在 s l i d o 上面目前已经有十八个问题，那当然在接下来九十分钟里面，相信还会有更多及时的互动。我想我就先把呃这个 s l i d o 的画面先分享到这个视讯的荧幕上面。如果是呃用手机扫 QR code。 或者是手动进入 slideo.com 零一零零四，或者是刚才工作人员已经贴在我们聊天室里面，呃的这些呃连接，都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匿名的、即时可以按赞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哦。那按赞的数量越高，它就会浮到越上面。那浮到越上面，我就会越先回答，这也是一个民主的原则。 那所以，在接下来九十分钟里面，我就不多说，我就完全是以大家的提问以及按赞当做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所以大家不管想要听什么，想要追问等等，都很欢迎。 那如果有连线的朋友，刚好不擅长、不习惯打字，或者是说连不上 Slido，虽然几率不高的话，那都欢迎呃举手提问。我知道在 Google m e 上面有一个举手的按钮，只要按那个按钮，那也很欢迎您呃把麦克风打开，然后及时的来进行追问或者是讨论。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有五位朋友们问说：“网络群体是大众，用有兴趣的议题切割成分众，那每个分众都变成了小众。看起来有更多的公共的云端可以共享、互动、沟通，但是现实呢，往往每个个人都是越趋极化，就是 polarization，以及坚持己见。那这个情况下，要怎么样从网络科技哦来看到未来的希望，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些分众，这些小众，他会不会意见越来越极化？完全是看这个网络互动空间的设计。好比像说你在 Slido 上面，就没有什么机会极化啊、哦，因为它只有按赞，没有按到赞，它也没有回应的功能可以按，而且呢，它也没有办法。 呃，打脸只能打输，因为大家都是匿名的嘛，所以不像脸书专门打脸都不打输，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互动空间里面，它自然会形成一个亲社会 prosocial 的一个习惯一个 norm，那这个 prosocial norm 就是亲社会的一种呃惯性。 其实就好像我们在实体的空间里面设计一个演讲厅，设计一个图书馆（公共图书馆），设计一个博物馆，设计一个公园一样，那个建筑师的巧思可以去让大家在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自然采取一个亲社会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所谓众人之事，众人助之，就是关乎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利益的事情。那我们就要专门去找一些这种亲社会的一些地方，然后去办。不管是在实体世界的这种呃，就是公共空间，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世界，透过像 Slido 刚刚提到的 V 台湾平台、现在的 Join 平台等等的方式，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把它叫做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就是数位的公共设施，因为如果不在这些地方不设置这些地方不投资这些地方去做公共讨论的话，那么大家还是会讨论跟自己切身相关的公共政策。可是因为没有一个公共空间去进行这样的讨论，没有公共的设施，所以就只好跑到什么呢？就是跑到具有娱乐性质的私人设施去做这件事情。 那结果就会像什么呢？就像大家都跑去，呃，就是很吵闹的这种夜店啊，或者是什么去讨论公共政策。我常常说，Facebook 就好像一个 night club，啊、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大家。 大声叫才能够被听到，然后满场都是烟雾，你也看不太清楚别人的样子。然后呃，还有一些有成瘾性的一些饮料，然后当然还有这个 private bouncer 啊，随时可以把你请出门。那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里面去讨论公共政策，当然就会达到呃极化跟坚持极见，因为它本来设计出来不是做这件事情的。 就是 with a l l d u e respect，当然所谓 night club，所谓的这些生活呃相关的娱乐产业，在一个城市空间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不应该取代我们的公共讨论的、大学的、市政府的会议厅的等等的这些职责。所以公共的事情在公共的设施讨论，那一些私人好玩好笑、分享可爱图片等等的事情，在那些地方讨论，我想这个是全世界目前都越来越了解到，嗯、呃，必须要把。 以人为本的这种互动的模态，还想进这个网际网络的设计里面，而不是说，好像网际网络就一定是要这样做，或者一定是要那样做。重点不是哪些人特别极化，而是这些人进入了怎么样容易促成极化的这样一个空间呢？ 这个当然，这个题目我要讲九十分钟，就这样过去了。不过我看还有很多呃，就是大家暗赞的题目，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往下。那如果要追问或者是要提出什么呃分享或见解的话，也随时欢迎呃举手或者就直接按麦克风直接发言。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哎，想请教您在自由奔放的环境底下学习成长。那现在当然是政府官员了。那这样子是一个有框架的一种职业哦。那在这个呃有框架的职业里面，是不是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无力去打破的一个框架哦？呃，我入阁以来还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但是那是因为我在入格之前就已经花了很多力气去问整个网络的社群，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从二零一六年的八月底到九月底。 问说，我应该拿什么条件去跟行政院谈劳固协商？也就是说，大家会把呃，就是可能会造成我工作上面不方便的东西，都预先的提出来。很多是已经有公务经验的一些朋友们，所以呢，我真正去跟行政院长去进行劳固谈判的时候，那我就已经是带着我的一个 package 来说啊，这是我的工作条件。那大家可能知道，我有三个工作条件。 一个是说我在哪里上班都算作上班，所谓的 location independence。那这个在当时是很激进的，好像只有六成多的民众支持哦。不过随着疫情的这个这两年的发展，大家大家都支持了，这是第一件事情。那除了在哪里工作都算工作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 我不下命令，也不接受命令，也就是说，我并不督导任何部会，没有任何人会叫我所谓的长官。那反过来讲，就是我提供的这些建议，也都是用所谓 demonstration 示范的方法，我做做看，大家觉得这个做法，哎，真的不错，降低了风险，可以省去力气，那很好，大家就照着做。那但是呢，如果大家发现，哎，这个创新不怎么样，不会因为只是我是长官的关系，所以大家就非得听我不可。所以我的办公室里面，从二十几个不同部会来的这些朋友。 跟我都是伙伴关系，而不是彼此之间或跟我是上下属的关系啊。他们的烤鸡都自己打，所以这是所谓 voluntary association 自愿的结合。 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所谓 radical transparency，激进的透明，基础的透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包含这一次的演讲，呃，我公开出席的场合，甚至是一些 l o b b y i s t 啊、呃，一些记者或者是想要去 lobby 一些事情的游说的朋友们来找我的时候，那么全程都会不管录影上网还是逐字公开上网，是给所有人都看得见，而且我们抛弃掉全部的著作权，所以有的时候还会被呃日本的什么乐团。 拿去变成饶舌歌曲之类哦，因为抛弃全部的包含肖像权在内的著作权，所以大家可以随便的去使用。那这个的目的并不只是因为说我们想要把政策的过程让大家知道，而是说我们理解到在以前政府资讯公开法对于拟稿阶段，我们还在想的阶段，有非常多的限制，必须要对公共利益有必要，长官同意才能够公开。那但是呢，我就跟行政院长说，我主持的，我看到的一切。 他的公开对于公共利益都有必要。那如果你这个怕人知道的，那就不要来找我嘛，不要来找我主持。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就所谓数位政委就不是只有我一位哦，而是 literally 数千位、数万位，所有的大家只要看到我们讨论的过程。 临时想到一个什么好的主意，立刻就呃写封 email 给我，会告诉我说：“诶，唐峰，我看你前面的这个会议记录，你讲的这个不对，或者是有更好的想法，那我就说：诶，你行你来嘛，反正我们开门造车嘛。你觉得这个轮子不好，你赶快换个轮子等等。那如果我们在拟稿阶段没有公开这些政策的脉络的话，那民间不管怎么样是不可能知道的，而且也不太可能提出有道理的社会的创新或建议来。” 所以，因为这三个是我的工作条件，所以呃，任何行政院长他如果不同意，那我就打包回家。不过事实上，呃，从我二零一四年年底，当时呃，毛志国院长、后面张善政院长、林权院长、赖信德院长、苏贞昌院长，其实都很尊重呃我的这个工作方式，所以目前没有什么无力打破的框架。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因为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群众智慧的关系，呃，一起去呃，类似群众激励。 不是集资啊，呃，去做出这三个工作条件，那也形成我的所谓的 theory of change，就是改变的一套理论了、啊。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如果没有要追问的话，我们就再往下。有四位朋友问说，哎、欸，您曾经说过，这不是我说的 l e n a Cohen 这个科恩呢、啊，这个诗人呃歌手说的。他说，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and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那要怎么样才能像我这样子乐观呢？要怎么样子呃维持对于诸多乱象的教育环境以及体制的热情啊，还有温度、啊 呃，当然，如果有看就是呃关于我的一些书的话，呃，他每一本都会强调说要睡满八个小时、哦。那这个真的是乐观的一个秘诀。我如果呃睡眠不足的话，我也没有那么乐观。但是除了就是要睡够睡好之外，比较呃比较呃切实的一个建议，其实是说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自己必须要担负着全部解决全部问题的这个使命，因为如果你闭门造句。 那你有一些怎么讲完美主义？你必须要东西做到九十九分，嗯，就是九点九分才端出来给大家批评指教。那其实不但你自己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且大家除了暗赞拍手之外，大概也很难做什么、啊。那但是呢，我们在网际网路上，不像以前大英百科全书的时候，是已经全部都撰写编辑完再出版。我们在维基百科上是反过来。 先出版，然后大家再编辑改错字，然后看不顺眼的人再把它整个重写。所以意思就是说，呃，抛砖引玉，只要你没有面子问题，在网络上其实是认识好朋友、认识一起工作的伙伴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也因为我没有什么完美主义的这种问题哦，任何时候，呃，有人觉得说，哎，唐风的做法不好，他的做法更好，我就说好啊，你行你来啊，这样。所以因为是保持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就不会给自己那种求好心切的压力。 其实我自己以前在民间部门工作的时候，呃，也是大概十几年前，也都很有这种完美主义的问题啊。那在后来呢，我就碰到了 Nico h o n 的这首诗嘛，呃，这首歌叫《Anthem》，那他就说，诶，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我想想，非常的有道理。因为在网络上面，如果我剖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答案，事实上会看到的人也不多，而且呢，会提出他的见解的人就更少。 但是呢，如果呃我切换一个账号，然后提供一个就是乍看之下就是很没有道理、很无厘头、根本就是错的的这样子一个答案，那这个叫康宁很定律哦。所有的专家都跳出来，所有的打脸，所有的人都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说不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那所以这些专业的朋友，所谓专业的五楼的这些见解，那到最后就会变成我们政策制定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大概十几年前领悟到这个道理之后，大概就可以一直保持乐观。 因为不管是怎么样子的乱象，最接近乱象的朋友，只要你有刚刚所讲的新社会的这样子种好的互动讨论空间，那么从这个乱象里面才有创新呢、啊。如果完全没有争执、没有纠纷、没有乱象，那大家都按照所谓 business as usual，就是本来怎么样继续怎么样，反而没有创新的可能性。所以创新是来自于好像是板块碰撞地震那样，然后以及在我们社会空间里面有一个好的防震结构。 那这样子的话，玉山不是阿尔卑斯山了啊、呃，因为地震的关系，就会每年就是长高两公分、三公分，是所以所謂由创而新呢、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那有五位朋友问说，您认为大学生应该要充实怎么样子的能力，以及怎么样子的态度哦，才能够适应哦目前以五六年级为主的这种职场的环境、哦，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在大学。 最重要的就是去找到自己的一个研究的题目，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呃，我是从国二找到自己的研究题目，当时叫做 Swift Trust，为什么透过网络大家可以快速信任彼此。 或者快速的不信任彼此，比真实世界好像更容易一一拍即合或一言不合、哦。当时我是想要研究这个题目，那不但教科书里面这个题目根本当时根本没有这个学门哦，当时网络社会学才刚刚开始，那所以我就变成说，哎，我必须要跳过呃从国中、高中、大学呃全部的这些过程，我直接去跟在研究所里面研究这个题目的学者。 透过网际网络，他在呃发表一些 preprint，或者是我直接拿这个去跟国内正在做这个题目研究的教授，嗯，book 他一小时的时间 office hour，直接来讨论这个题目。所以如果找到自己的研究题目的话，我自己的经验是，就算我当时才十五岁或十六岁，但是所有做这个研究题目的社会学或者是认知科学或者哲学的这些老师们都没有把我看成小孩子。 都是把我看成另外一个呃 research fellow，就是跟他们一起研究的朋友。那并不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做出什么了不起的贡献，并不是，而是因为我对于这个题目的了解以及对于这个题目的热情，诶感动他们，他们觉得哎，这跟我的研究热情是是一样的。所以呃，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找到你真的很关心的一些研究题目。 那如果一下子找不到研究题目的话，不妨了解一下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已经有一百六十九个题目、啊，分成十七个项目。那这十七个项目大概总有一些啊，是就是你所关心的，因为那是呃全世界的朋友。 透过一个就是聚集众志成城的这个过程，呃，一起去写出来这一百六十九个目标。所以，对永续发展目标里面，只要有其中的几项触动你，那你把这个成为研究题目的话，那你一下子就可以，不管是五六年级或甚至更资深的朋友，那你们就是在同一个研究目标上面的伙伴。 而不是说，哎，在职场里面，呃，你完全没有自己想要做的题目，然后只有别人派你题目做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也比较不会受到辈分的这个问题，呃，所限制。那而且尤其如果你挑的题目是好几项永续发展目标的结合，好比方说我现在做数位民主这个题目，那就是平常不会结合的互动空间设计跟呃民主包含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这两个学门的交集。 那这两个学门的交集，说真的，做的人没有很多，所以你就呃不需要花很多年，你就可以做出一定的贡献。那有这个一定的贡献之后，你再拿着这个贡献去往。 不同的学门的朋友们，哎，触类旁通，又可以把他们的想法汇集进来。那这样子也可以比较快的，就让大家觉得，哎，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哦。你挑了这样子一个其他人没有想过的组合的方法，一百六十九，你随便挑三个啊。那这样子其实就是接近一百六的三次方哦，其实很大的一个数字。那你就挑这里面的一些题目来做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年龄的问题啊。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有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诶，您在戏谷工作过，也担任过许多知名企业的咨询顾问，那么为什么选择来担任数位政委这个职位哦？工作有没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哦？那当然，大家可以发现说，我如果十四五岁就在探索这个题目。 那可以说是我这个研究题目还没有改变过，我继续在研究这个题目。那当然也有一些心得，好比像说，呃，去年提出来的快速、公平、有趣等等的这些呃网络空间塑造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呢，当然可以说是大家的纳税钱让我来继续做我的研究工作，而且我的研究工作也不是只有在台湾。那我们发表的一些论文也好，呃，像刚刚讲到 V 台湾的论文，那不管是在加拿大、在意大利、在英国、呃，美国很多地方等等，都是拿我们研究出来的这些做法，他们自己继续去发扬光大。可以说是在网际网络上面做数位民主的这个社群，其实是国际性的。 那在这个国际性的社群里面，我们刚好在台湾，呃，我们民主深化、国际联结，刚好是我们这个政体里面几乎所有的人，至少所有的党派都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政治环境底下，特别适合来做数位民主的探索的题目，所以这是它吸引我的地方。 那当然，呃，在院长的同意之下，历任院长的同意之下，我也不是只是当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嘛，我同时斜杠担任七个啊国际的，就是我们叫 international soci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国际的社会创新组织，嗯、呃、的没有拿拿钱的这个理事啊等等的活动。 所以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呃实用上面的目的，好比像说在联合国或者是其他的多边的会议上面，我可以很容易的换一顶帽子就出席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在台湾学到的一些事情，那他在国际上面有很多朋友想要分享的时候，我们在很多不同的时区也有跟我一起研究的同仁。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边所想到的一些事情，就不会只有在印太地区的人知道或者是使用，而是可以呃一路从冰岛啊到。 这个南美洲啊，很多地方都开始去呃研读所谓的台湾 model，然后也跟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个也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有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哎，请问唐凤政委哦，目前最想要改革哪一个面向的政策哦，以及为什么想要改革这个面向的政策，真的非常好的问题。 呃，我在过去几年，呃，刚才这个校长、年人也有说，就是我在推动社会创新行动方案。那社创行动方案，它就是想要改变一个概念，就是。 好像我们想到科学的时候，想到的都是自然科学；我们想到创新的时候，想到的都是工业技术的创新。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台湾的工业技术制造是非常强的。但是常常大家就忽略说，不管是传播、通讯、人文、社会、公共行政这些也是科学啊。那他所做出来的一些，像刚刚讲到的，呃，新的互动的方式等等，这些也是创新呢、啊。只是它是在社会场域上面应用的创新，而不是在嗯、呃。 请了一个专利之后，在某个实验室、某一个嗯制造公司的这个里面的创新，它是在外面，所有人都可以体验到，而且所有人都可以贡献的这种创新。所以可以说是我比较想要改革的，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跟创新的想法，慢慢可以想到说，哎，它不是只有产业的那一边，好像一个飞机的右翼。 它也有社会的这边，好像一个飞机的左翼哦，就是它左右两翼要平衡。那我们对于创新的想法，才能够从哎，我们是人跟社会来配合最新最棒的这些科技的这些发明，可以反过来变成说，哦，并不是这样子，而是所有的这些科技的发明家，他必须要先去想到说，哎，整个社会会怎么样被他的发明所影响，以及整个社会怎么样来参与他的发明。所谓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就是关于。 谁的事情就要谁的参与，那这个是社会创新行动方案最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也蛮高兴，就是在最近几年，我们看到蛮多的成果，包含嗯，本来没有在。 社创方案里面的外交部、教育部，透过 USR 高教生根其实做了非常多这方面的贡献。那金管会也是在永续金融 ESG 的这个概念底下，现在开始去推影响力投资等等相关的一些政策。那都是说，哎、欸，你投钱不是只是要赚钱，而是说要帮后代子孙存钱呢、哦。那这个也是社会创新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永续的投资的概念，把那个 Horizon，就是你从投入一个心力到看到它的效果这個。 一个呃。Uh, uh, 地平线吧，就是视野，把它尽可能的拉长。所以我觉得台湾在过去几年其实真的蛮好的，就是往这个不是急功近利，不是只是冲一时的下一季的事情，而是去呃去估算每一件事情它可能会造成的外部的利益跟不利益等等。那当然有一些比较是属于就是产业工业相关的事情，现在正在调和之中，像碳费怎么计算等等。但是至少呃我们已经有整个。 呃，行政院所有的部会都同意说，呃，这个不是单一的部会的事情，是所有人都要开始用这样子的方法，用全生命周期的方式去向我们的政策制定，把社会创新的精神呢涵融进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呃，就是具体的政策环境上面的改变。有五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您认为网络身份的实名制哦，对于数位环境的发展呢、哦，会不会有帮助？ 以我的经验，如果在 Slido 上面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实名的话， 那大概这个讨论的热度是不但减半，而且很多事情是具体大家想到的事情根本就不敢讲，因为会变成是帮就是猫咪挂铃铛啊等等的这样子一种权力不对等的情况啊，会很容易出现。所以我觉得能够取一个笔名这件事情，并并不是一个坏事哦。网络能够取一个笔名这件事情，是让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不管是所谓吹哨者啊，还是其他的情形，让大家有一个发声的管道，也让大家。 才有机会知道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那当然，所谓的取一个笔名 p s 你 u d o n 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呃，每个人都可以任意的有这个十亿个账号，然后呃，就是只手遮天的去塑造言论环境。那个是比较像是网络资通安全上面，你必须要有一些就是所谓的 flood control、troll control 等等的这些防淹水啊的这些事情。那但是这个并不需要用网络身份实名制啊。所谓的实名制是一个解决的方案。 但是其实流量限速等等，现在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方案，能够让大家既不牺牲匿名性，但是又能够证明说，哎，那你一个人不能够创造几亿个账号。那当然，从最简单的这个注册 PTT 账号，他要收你一块钱再，再 <coughs> 退你一块钱，用金融系统的这个身份认证来呃，就是做唯一性。那或者是说，现在 TWCA、TWID 用你名下的月租型门号。 那来做身份认证，但是他只有把这个身份认证的结果传到这个网络空间，你的手机号码其实不会传到这个网络空间等等的方法。 现在已经有很多比较像是十连制啊，就是最后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联络得到你。但是你在这个网络空间注册的时候，所有跟你其他一起讨论的人，并没有办法还原到你在实体世界里面的身份。那我也很高兴看到很多作业系统的呃，就是制造商，好像我之前服务的 Apple，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就可以直接去呃启用那个匿名的 email。 所以呢，你就可以随便按几个键，你就用所谓的 private relay，就每一次有人问你的 email 的时候，你就产生出一个新的虚拟 email 出来。 寄到那个 email 还是会你会收到，但是呢，因为每次都是一个虚拟的假名的 email，所以你等于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个笔名。那这样子就是我刚刚讲十连制的精神嘛，就是往那个 email 写是碰得到你，但是你不会因为你被逼着在不同服务里面都要用同一个 email，所以 somehow 就是你的呃活动就被追踪或者是你就被肉搜等等，这个就比较不会发生。可见我们所谓的隐私保护技术或隐私增强技术 PET 在现在这个时期有非常。 多可以让我们兼顾着网络环境的，就是健康安全等等，但是又不会变成一天到晚每个人都在肉搜每个人的情况啊，所以不是像以前那样是一个零和的一个好像取舍，现在你是很容易这两个价值都可以兼顾的、哦。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呃，社教所的呃张丽英呃老师呃问说，张伟您好，请问在社创的六大策略里面哦。 第一个是有价值培育嘛，促进在地实践跟强化合作的专业能力，就是包含在学校里面对合作精神的教育，以及在实际的场域上面，不管是合作社或者是有合作精神的其他社会创新组织，那能够一起来把城乡跟高龄化社会世代之间的数位落差去把它缩小。那所以，呃，张老师想问的是，怎么样鼓励青年返乡在地哦，利用数位科技实践创业时能。 够安心陪伴老人家在地老化，以及促进地方共荣哦，在地安居，这非常好的问题哦。那第一个是，我想任何二地居啊，不一定要搬回去了，就是跑两个地方的这样的年轻人，他最在意的就是在他的故乡会不会有就是足够的学习权跟健康权的保障。 也就是说，小孩子当然他的受教育的过程里面，不要因为他在所谓的偏乡，而他的资源是不足的，他没有人当他的学伴等等。那第二个是说，长者他在我们所谓的预防 <coughs> 医疗或者是照护等等上面，他不要因为说、哎，诶他在偏乡，他就没有办法网络取代马路的去呃接取到所有需要接取到的这些资源。那所以这两个，不管是学习权是健康权，都。 奠基在通讯权上面，那我们很幸运，就是我记得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呃知道说，欸、台湾有所谓经济不利益地区哦的，不管是公共电话啊，还是之后拨接上网啊，有非常多的设置办法去确保通讯权是人人平等的。那到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当然提出了宽频即是人权。 p r o b l e m as a human right 这样的做法，那我们是非常努力在做这件事情哦。那举例来讲，像之前有一位朋友，他在呃，我本来不认识哦，他在阳明山那边集中检疫，然后就写了一封 email 给我，然后说，诶这封 email。 他花了半天才寄出来，为什么？因为靠阳明山的山那一侧的集中检疫所的收讯啊，五大电信的收讯都相当不良，所以他没有办法看串流影音。那所以他就是在那边集中检疫相当的无聊。他说：“哎，这个唐峰政委，你说宽屏是人权那我在集中检疫的时候，我觉得我人权被剥夺了。”这样，那所以我当然就立刻就就是问 NCC 跟中华电信的同仁，我们能不能帮他什么？那所以过了十四天，哎，立刻那个地方就冒。 出新的一个基地台，一个新的强迫器，那他就完全可以这个好好的看川流影音了。那不过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其中检疫了，十四天已经过了。不过他就 made a point，就是开车回去跑个 speed test，真的去量说，哎，真的有所改善，然后再贴到社群媒体上面。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有这种，不管你是在就是高达接近四百公尺的山顶。 或者是在集中检验所、偏乡离岛，都可以有相同的宽频的接取的时候，只有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去说服这些做社会创新的朋友，说他的创新不是真的说呃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的 scalability，不是说要先有一个呃很成熟的商业营运模式才能够来解决在地的问题。相反的，它可以是用越偏向越先进的方法，不管是偏向的医疗照护相关的五 G 的专网。 或者是呃，我们在教育部推动的很多社会机会中心、大小学办、人民会文件站等等，它有很多的场域，已经可以先把它正在构想中的这些社会创新，跟在地的朋友先去实践，所以就会变成，哎、欸，像自驾车等等，或者是无人机送药等等，哎、欸，反而是在这些地方先开始，而不是锦上添花的在大都市先开始，所以这也是我们社创方案去导引。 好，比方说我们五 G 的那个标签的运用啊，或者是前瞻基础建设的运用啊，或者是我们的振兴方案呢、啊、的电商啊，都重新导向到呃这些比较需要帮忙的在地地方创生相关的这些呃小的商家或者是小的呃农企业这个庇护工厂等等。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社会创新行,行动方案跟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在社创资料库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具体的合作的的这些方案哦。那在里。 里面关于合作专业能力，那也打破了很多，像以前国发基金从来没有这个给过合作社钱的，因为他们都是挑公司形态的。那也因为我们设创方案的关系、欸，第一次在我们这次的纾困四点零里面，他们也开始跟两三百家这个设创的试验。 包含合作实验，开始建立关系，可以打破以前那种好像是以就是它的设置的呃组织形态以及主管机关作为本位，而可以大家都用它造成什么良好的 impact，呃就是好的冲击力啊、呃、作为本位来进行思考啊，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有十位朋友，哎，这个暗赞数量突然变得很多，说未来将政府的资料数位化之后，如果受到骇客攻击的话，政府是不是有规划适当的应对措施哦，来避免民众的资料外流？有的，我们现在所谓的 privacy first design，就是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想要拿到你的个子 所以没有阑尾就没有阑尾炎了。就是说，只要是一次性的这样子的活动，它可以把资料放在你本来就已经信任或你本来就有资料的地方的话，那么政府不一定要集中这些资料，就所谓联盟式的或者所谓 multi party 多方运算的一个方式。 那呃也是在最近几年，特别随着分散式账本技术向以太坊的兴起，所以我们多了很多技术上面的做法，让大家在想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不会一开始就想到啊，那我们要把各自全部集中，相反的。 大家就会想说，哎、欸，那鸡蛋不要放同一个篮子里，怎么样子把大家的各子放在自己信任的地方，而不信任的地方根本连看都不要看到这些歌子，变成我们新的研究方向。那这个研究方向，当然最近像国网中心会办一个呃隐私增强技术的研讨会，大概都是在做这方面的贡献了。那但是呃，大家在实际生活上面，大概就可以看到像简讯十连制。 就是所谓的 secure multi-party 的一个做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 大家可能记得啊，在有简讯十连制之前，就是今年四月或之前，大家大部分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联络电话跟自己的称呼写在一张纸上面，那是由那个场所所准备。那大家如果发现说，哎，我留了资料，我排我后面的人看到了我的资料，把这些资料外流了，那这个店主就是呃负责设置这个场域的人，他就很倒霉，因为你是因为进入那个场域才留这个资料，那资料外流、啊，他没有保管好，那大。 但是以那家店来讲，他其实根本不想保管这些资料，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在很多的国家，这个平衡是来自于一个大的一个厂商。那这个大的厂商，他写一个 app，所有人都下载这个 app，下载 app 之后集中到那个厂商去。那政府跟那个厂商签某个协定，那但是大家就会担心了，如果这个厂商他顺便卖广告。 或他顺便把它就是去做各种行为的分析的话，那是不是就变成是说，哎，我好像是以防疫为目的，但是到最后他跑去用成商业或广告的运用了，反而会让大家在扫的时候是特别不安心。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哎，那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就传送到一九二二这个简码。 而这个解码呢，它并不会呃跑到机关署或者跑到任何政府的场域里面哦，它就只是好像一个备忘录一样存在你的电信商里面，你的电信商过二十八天之后就会把这笔记录消掉，所以到就是目前为止。 就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笔嘛，二点五亿笔以上的这些记录，但是其实过二十八天之后就全部清掉了。那这个情况下，不管是 NCC 或者是机关署或什么，除非是有资格的议调人员要调取，现在一百多万笔。 在这那么多笔里面，二点五亿里面，只有这一百多万笔，那大家会调取，而且调取的时候，它也都留下记录，大家可以在 sms 点一九二二这个网站上面具体的去看到，说过去二十八天有哪些医疗人员调了你的简讯实联制的记录，那中间当然也都有这种透明性的这种报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multi party 的情况下，你看。 第一个，电信商也不知道你到过哪里，因为那些电的代码是乱输的。那我们机关署也只有在真的碰到确诊者的时候，才能够用这个系统。 对个人来讲，哎，那你不需要把你的个字写下来或者是打下来，你送一个简讯，其实不需要输入任何东西，所以很快。那对于店家来讲呢，还想用纸本的，他继续提供纸本啊。我们并没有说你不能用纸本啊，但是至少你在纸本排队的时候，那个排队的人已经会降到本来的十分之一以下哦，也没有什么群聚感染的风险。那像这样子 multi-party 的做法，我觉得就是未来我们在去想隐私增强技术的时候的一个新的一个范式啊、哦，一个新的 paradigm。 就不会像以前说，哎、欸，所谓受到骇客攻击怎么样？因为这些骇客大概，嗯，他如果去打这个呃官帽的资料库的话，他完全没有任何呃，就是任何人的 check in 嘛。官帽只负责制发这个 QR code。他如果去打电信的资料库，先不要说这个真的非常困难，但是他事实上也没有辦法还原到任何行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单点被破坏。 其实他都不会有任何呃经济上面的补偿，而且他即使拿到一些资讯，过二十八天那些资讯也变成没有意义了啊。那所以这样情况下，就不但有个防御的纵深，而且可以确保说，那我们即使在一开始。 哎，这五大电信它的呃、嗯，就是强度不一啊、哦，就是有些传一传简讯还会很容易宕机。在这个情况下，那任何人都可以切换到纸本，所以它有一个所谓的 graceful fallback，不是强制每个人一开始都要用这些。不过当然后来就是 NCC 也有给他们，我记得现在两千多万嘛的一些补助，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简讯的呃基础建设把它稍微弄好一点。那这样的情况下，目前我们看起来五大电信都已经是蛮好的，在执行这。 一个简讯识别机的工作，这个也是他们对于防疫很大的一个贡献，可以把疫调的周期从嗯一两天把它缩短到可能不到一个小时那有十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诶，请问您认为 OTT 影音平台的兴起啊，对于实体电影的行销跟发行哦，有怎么样子的影响啊、哦？呃，我想 OTT 的兴起，它本身是大家阅听习惯的改变。 不过我们看国外的例子，最大的影响可能不是 OTT，可能是疫情吧。也就是说，实体的电影院，当它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办法开门的时候，大家忽然间想到 OTT，说啊，那这是好像是院线片发行，好像不得不然的一个做法。所以，并不是一定说一个产业它呃看到一个新的技术，它就勇于数位转型。有时候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它呃被迫数位转型，被数位转型。我们看到在全世界。 不管是教学相关的、娱乐相关的，甚至本来的一些观光的活动，都变成要在 AR、VR 里面或什么 Gather Town 里面呃去进行。大概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去转型，所以我不会觉得单一技术的出现，它一定就立刻 deliver 它的 promise。就好像当初呃，所谓 P2P 串流、Napster 等等出现的时候，也并没有立刻就说呃、哦、那整个什么唱片行业不见了等等。那事实上是等到大家的乐听习 受到一开始是 iPad，后来是 iPhone，后来是智慧手机等等的这些手持无线耳机的装置的改变，那才就是全面的往串流这边呃来靠拢来运行。所以呃，我觉得我们。 当然看到很多受到的影响，但是与其把它归因到一个或两个特定的技术，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了解它在底下的就是目前实际的社会经济跟政治环境，然后去看说，哎，那这些技术是不是很好的回应这样子的环境，或是有哪些不好的部分？那整个产业一起来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去弥补或者是去补强这个不好的部分？它不会按照技术的研发的那个路线图走了，大概都是按照实际社会经济。 产业的互动的路线图来走，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什么路线图，它比较像是嗯，就是及时的回应、及时的反应哦，这样。有十一位朋友们问说，如果身处一个喜欢赚钱胜过于喜欢教育，而且经常无视学生声音的大学，除了制造舆论之外，请问有什么样子的方式哦，能够让这样子的大学哦来正视哦学生权益问题哦？ 是一个致力于校园民主的朋友呢。好，那呃，这位朋友，我想他的想法应该是说，学生的声音，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关乎学生的事情，应该有学生的参与或者是决定。那我具体的建议就是，应该要把校内的行政人员，就类似我们行政院里面的事务官，当做你们最好的盟友。 也就是说，我们在呃行政院里面推动开放政府的时候，我们经常发现说，其实第一线的行政人员他也有非常多想要改革或者他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就是长官跟属官都在的时候，属官大概很难讲话，所以他自己也没有一个发声的管道。其实他的感觉跟你们是非常像的。那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在做像 Join 平台的时候，其实 Join 平台上面一开始啊，最常提案的。 就是公务员本身，因为他发现他可以用匿名、用笔名来提一些就是他自己在做的业务，他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方法。那慢慢的呢，随着我们众业平台进入了公民教育的场域，呃，社会的教育的场域，那突然之间上面就冒出很多不到十八岁的朋友，因为这些朋友呢，哎，他就是连公投都不能投嘛，对不对？更不要说竞选或参选了。所以这些朋友就发现，哎，众业平台不管他是提关于这个塑胶吸管的减量啊，或者是关 一些人权的议题啊，等等，哎，这些是他们很好的发生的管道。所以这两群人，这是比较资深的第一线的事务官，以及这些不到十八岁的这些朋友。 那在以前的很多抗争啊，像呃，就是占领立法院、占领教育部的那些抗争啊，感觉上这两群人是对立的。但是其实我们看中文平台，反而是这两群人提的案子，他们最会帮彼此互相就是拉票，或者是互相找很好的论点等等。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去找到像这样子的平台，不管刚刚讲到的中文平台、Let's Talk 平台等等的平台，只要看我们的国家开放政府行动方案。 就可以看到关于这件事情，从高中到大学，他的资料跟资讯的公开，他跟学生全体有关的参与，甚至到就是国家的政策的制定等等，其实现在都有很多嗯二十岁以下的人可以具体贡献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我建议就是一路到行政院青年咨询委员会啊，就是一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见习的顾问。 那用顾问的心态去跟这些第一线的行政人员交朋友，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很快你就会发现说，你可以帮他们发声。那等到你帮他们发声的时候，你提出来的案子大概都会是一些具体有可行性。 而且大家一听就很有道理的这个方式，那这样的话才不会呃把时间花在就是乍听之下很有道理，花了很多行政人员很多时间，然后发现说哎他根本就违反物理定律这样子的一些呃这个提案上面，那呃因为就是。 大家都有两三分钟的善意嘛，但是这个善心如果把它一开始就消耗掉的话，那对后面就是跟他结盟是比较不利的。所以就尽可能的把第一线的事务官当成你的盟友，然后去找这样子最好能够比您参加的这些空间，然后去把他们的想法跟你的提案加以结合。祝你好运。好，有十五位朋友问说，哎，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也就是 SDGs。 到底要怎么样子跟大学的教育哦去做结合？私立大学在我们的 USR 里面，大学社会责任的计划里面，那又可以去做出怎么样子积极参与的这种角色。呃，在 USR 的网站上面有两期的地图，那我会很鼓励大家多看这些地图。这些地图跟我们社会创新行动方案一样，都是用 SDGs 甚至细到细项指标的方式来做定义、来做结合。也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从头凭空的去想要怎么样子结合 USR 跟永去发展目标。事实上，在全台湾的各个大学在做 USR 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感谢 USR 办公室已经做过一次非常具体的会诊。那在这个会诊里面，不但可以触类旁通，有点像是刚刚要上市公司要做永续报告，他赶快先看其他的上市公司，尤其资本额比较高的的那一些的呃 SDG 的计划，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找到能够互补的地方。 因为 SDGs 它只有讲目标，它并没有讲怎么样子达成，所以当你看到你旁边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目标的时候，不会像之前的很多方案一样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好像他们做了这个题目就不能做这个题目。相反的，如果你旁边看到很多人在做类似的 SDG 题目的时候，那恰好就是你在他们的方法之外想出新方法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特别适合大学做，因为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把未知变成已知，是没有。 没有错误可言的。 你如果创业，还有所谓没有 product market fit，但是如果你只是研究一个方法是否适用，适用哎可以写一篇论文，不适用也可以写一篇论文。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特别适合去试一些，就是呃大家在 usr 地图上面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些东西，已经在做的，但很好啊，很快他们就会分享出他们做的结果。但是每一个，特别是像私立学校，哎有自己的办学的主张、自己办学的想法的时候，那我会更建议。 扣合相同的目标。 但是用截然不同的方法，甚至成功率很低的方法，那这些不管你试出来怎么样，总是好像你知道电灯泡就是试出呃这么几百种这个材料都不能做电灯泡的灯丝一样。那这个对于呃大家都是有积极参与的贡献了，在 S D G 是上面去试出那些不太费的方法，真的是帮所有人交学费，而且也帮整个研究社群知道说，哎哪些想法哎其实看起来成功率不高，但其实成功率并没有大家想象。 的那么低，那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目标是大家共有的嘛，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哎，那我们一次两次花很多时间、很多投资来做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看起来好像是为个人谋私利的目标，那当然整个社会是没有那么宽容的，呃，这种心态。所以这些目标预先已经设定了，大家会很宽容。那我觉得就不妨哦，多试几次，多试各种比较创意的方法。呃，有十三位朋友们问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哦。 但是呢，却破坏了大自然，牺牲了大自然。想请问唐副政委，在气候变迁下，科技能够为改善环境现况做些什么？又或者是说，该用什么政策，要怎么样共同努力提升环境保护的意识跟作为？哦，非常好的这个问题。呃，我我常常是说，我们以前在做环保的时候，常常是把环保跟经济的发展放在就是稍微比较对立或者比较权衡等等的方式。 但是自从就是我们把循环经济当做五加二产业创新的非常重要的七分之一啊，呃的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在循环经济的这个概念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做 upcycle 的朋友。那我自己对 u p c y c l i n g 是非常有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能见度最高的一个方法，不管是。 大家可能看到说，哎，我上电视常常穿一个用呃二手的牛仔布去做成的，在二度就业的一些主要是妇女朋友们的缝制之下，呃，去做出在设计师的重新设计之下，其实单价可能比本来的那些牛仔裤还高的一些看起来很 fashionable 所谓的循环时尚。那但是因为它的用料它是循环材，那而且它真的是很 sturdy，可以穿很久啊，所以我好像已经半年左右。 在一些比较公开场合，根本都穿同一套。那所以这个也是有爱物喜物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又或者像说，像呃，大家可能知道奉茶这个行动，他赢了我们总统杯黑客松。那他也是透过同样的方式，去让大家把随身带的那个水壶，在贴了一个设计师贴的奉茶标签之后，突然变成好像大地游戏闯关的一个道具。因为你可以在手机上面像精灵宝可梦一样，知道把附近有哪些奉茶店。 那去那边不但可以去打卡，呃，换金币、跟人聊天等等，而且在解锁一些任务之后啊，还可以再换一些就是永续的在地地方创生的一些小农啊，或者是一些呃在地的文史工作啊，所呃你可以去兑换的的一些不但有故事，而且也对环境有帮助的一些产品等等。也就是说，他把传统上面社区营造的一些策略，加上数位的科技，再加上哎、欸，因为气候变迁，所以要提醒你多喝水，甚至是突然。 间气温升高了，他会推送通知哦，提醒你赶快补充水分等等，变成一个好像个人健康管理的东西。也就是说，所谓众人之事，众人助之的意思，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加入，都可以来加盟。所以，不管是这个理念，像刚刚那个牛仔布的理念，那就不只是我之前穿的四日工作室，啊，比如 Storyway 啊，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品牌都开始发现，哎，这个有利可图，而且也对环境有益。那这个时候，它 他就不会是好像什么义力之变了、啊，他可以义力两全了、哦，可以去投入这样子的研发。那或者像刚刚讲到的，把整个环境的影响把它游戏化，又或者像说，像有另外一个专案叫透明足迹，它就是在呃你的手机上面装一个程序叫扫了再买。那你扫一个像便利商店里面一盒饼干的条码，本来只是看这个饼干的价格。 但是如果你是用扫了再买去扫，它是看这盒饼干的价值，也就是说它创造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 环境价值，它可能嗯是在农地上面污染的工厂啊，制造出来，在它的供应链里面。那通常我们如果是只看这个饼干比较便宜就买了，那基本上就是让呃后代的子孙或者是环境大自然在帮我们垫了、啊、这一笔投资的钱。那但是透过这种全价值的分析的这种 app，那我们可以把消费的行为变成一个选择的行为。那这个也是呃科技可以帮助的事情。所以不管我刚刚讲到的游戏化。 或者是视觉化，或者是 upcycling 循环经济等等，那我觉得这些都是科技。就像刚刚讲到的，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社会创新也是一种技术。有十三位朋友们问说，诶，想请您谈谈自学的经验。现在您看到过往的自己，那会不会对面对在知识的体制受挫自己说些什么？也想要请您提供一些建议给可能选择自学的学子，还有家长。 呃，我自己之前在呃十四岁，就是跟我们北正国中杜慧平校长说，哎，我要做网络研究的题目啊，我在学校没办法，我一天想要十六个小时做研究，不想要只花下课那八小时的时候，那我是很幸运，因为杜校长就说，好啊，你明天不用来上学了，我了解你真的在做研究啊。那但是就是在这种校长保佑的情况，当时全台湾可能只有个位数个自学生，那因为当时是非法的嘛。 那但是也是因为我们之后的一些讨论，那公开的讨论说服了一些呃在地的县市的教育局，所以慢慢的就变成特定的县市可以做实验教育。到现在当然呃全国可以有百分之十最多的学生都可以用团体机构或个人去进行实验教育，也就是不用管我们课纲写什么了。然后也从本来只有中小学到高中到现在大学，也可以用实验教育的方式、哦、来办理。 所以，如果在当时就已经有这一套实验教育的方法的话，那其实我大概就不会所谓辍学了，我大概就会进入实验教育的这个体系。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我们在实验教育试出来的，就像刚刚说，从未知成为已知的过程，其实对于惯行的就是国民教育也非常的有帮助。事实上，我们在新课纲里面这些素养导向的教育、自发互动共好这些基本的素养跟精神，呃，以及现在所谓的翻转的这种教室。 或者是在呃这两年，大家可以这个停课不停学的远距教学，很多都是在实验教育先试出来的教材教法，然后再透过像梦的 n 次方等等的体制内的老师的培育的社群，然后去传播进，好像从 research 研究变成 development 开发的这个过程。所以加入实验教育，我觉得也是在对惯性体制的教育。 有所贡献，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在的那个学校的校长就或者学校科发会像当时我的杜慧平校长一样开明的话，那你不一定要一下就完全跳到实验教育，你可以在体制里面去做教育实验。 你可以充分的运用新课纲的加深加广、选修、自主学习等等的这些空间。但是当然，如果你的学校的校长或课发会没有那么有弹性的话，那么当然你在呃就是中小学阶段、国中以下，你可以把学籍就是挂在那边，然后就进入这个实验教育里面。那同样的，我的建议就是说，尽量把它想成是跟体制教育的一个互相媒合，也就是说。 你进入实验教育之后，其实你看到体制教育，不管哪一个学习圈，呃，所能够提供的资源，就好像我当时一中辍，马上就一天到晚跑大学，是一样的道理。去看你附近的社区大学，或者是大学的校园，有没有哪些终身学习的一些课程，其实小孩子也可以参加等等。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发现，哎，我们现在的台湾有非常多民间的教育资源。那就算你挂学籍那个学校，可能有一些活动哦，你可以去参加，不要觉得说。 好像所谓在家自学就是关在家里。事实上，现在在各种教育实验之下，已经有非常多跟实验教育互通的资源。那这个是你的现实的自学省议会或者是一些共学团体，只要你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应该都可以呃很容易取得资源。跟我当时一九九五九六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也是很类似的，就是说，在教育体制日渐松绑下，职教育跟教育实验应该怎么样相辅相成？而且可不可以说，呃，对现今大学教育变革提出一些建议或看法？尤其一零八课纲以来哦，大学即将面临怎么样学习的挑战？非常好的问题。呃，我会觉得说，呃，在一零八课纲，我们当时在想这个课纲的时候。 的想法其实是把大学的很多学习形态，让高中可以预先去体验，尤其从高二开始，呃，选修制度啊等等，大概都是从大学那边拿来的。那这后面隐含着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学生在高三毕业之后，他就是大人了，就是成人了。那事实上，从明年开始，他们也真的 literally 就是成人了，因为十八岁成年嘛。所以这个情况下，他未必立刻就要去读大学。 那当然，呃，当时提出教育部提出这个想法，所谓学习存折的想法的时候，是有一点嗯激进，就是说，呃，感兴趣的很多，但是最后撑到最后的不多。 那为什么呢？因为呃，十八岁就不要念大学，暂时不要念大学，找到自己的兴趣，再拿着那个兴趣回大学。呃，对于很多十八岁的学生的家长，在前几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接受的事情。他们的邻居好友都跑去，小孩都去念大学了，但是呃，自己的小孩说他要先去做国际志工交换呢，这个听起来好像哪里怪怪的？那也是因为当时十八岁还没有成年了，所以他不管要去做什么事情，都得家长签名嘛。那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谈判地位。 对，呃，就相对比较弱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会造成说，让、嗯、他哎还是非得念大学不可，所以也才会产生出那新课纲到底要怎么衔接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过随着十八岁成年，以及随着嗯在高中阶段大家都很习惯新课纲了之后，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呃小孩，他在十八岁的时候他。 的，即使他的家长或他的呃社区是 push 他去念大学，但是他是有说不的本钱。一方面是说，当然他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选择他的工作跟学习。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网络的关系，他即使是不念大学，他在工作上面所需要的一些常备的一些知识，他有在网络上面共同学习的这些资源，也包含各个学校公开出来的这些终身学习的这些开放课堂的资源，可以去参考去分享。所以，当然，如果他的。 呃，想要学的事情需要很专门的设备，什么呃粒子对撞机、太空望远镜，那当然那不太可能说不跟这些呃体制里面的这些机构去合作。但如果他在学的事情是比较没有那么多设备上面的阻碍的话，好，比方说我自己学的城市设计或者是互动设计的话，那确实他就可以跟大学保持。 伙伴友好的关系，但他不一定要取得一个大学的学籍哦。那所以我觉得从大学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变成说，呃，你的每一个来的学生大概都像是在职专班那样子，而不是说有一批是在职专班，另外一批是非来不可的一些十八岁的人。那所以这个中间他的 curation，他的策展怎么样子去结合呃在职的人跟还没有在职过的人，或者是只有一两年在职经验的。人。 一起去做，所以 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一起为了达成某个对大家都好的公共目的，而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学习，为了它的 purpose project，它的 problem based learning 而做学习。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想法。那大概在呃整个大学的教育里面，我觉得。 嗯，只要不被特定的就是系所的这种本位呃，就是完全阻碍沟通的话，其实，在学院或跨学院或大学系统里面，我觉得都有充分的量能来对应这样子的挑战。那所以，我其实是还蛮乐观的。我觉得台湾的大学呃，都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也都已经非常 active、非常活跃的在因应用这样子的趋势啊、哦。 有十一位朋友们问说，怎么样运用科技的力量啊，来让台湾立足世界，而不是只用口罩来外交？我想在全世界，呃，问这个其他的外交官，当然会想到口罩，会感谢我们，呃，不过现在他们想到的大概还是以晶片为主啊。那所以，呃，当然台湾科技的力量不会是只有口罩而已，晶片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口罩、晶片。 呃，以及一些比较属于社会上面长名的创新，像珍珠奶茶，呃之外，那我觉得我们在外交的场域上面，现在除了传统上面的生意技术跟农耕相关的技术的培力之外，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的 GCTF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也就是我们跟美国、日本一起来帮助全世界的这样子一个框架的话，就会发现说，哎、欸，我们现在在讨论题目已经远远不限于晶片。 或者是农业，或者是医疗了，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讨论所谓的呃永续的能资源的管理，像刚刚讲到循环经济。 的这些活动，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讲关于数位民主里面怎么样，不要让民主倒退，就可以因应所谓的假讯息的危害跟冲击。这个也是台湾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外交上面的输出项目。那当然，呃，除了这种气候 disinformation 这种完全跟国界无关的事情之外，那我们在防疫上面，哎，也不是只有口罩啊，我们的1922啊，可爱的总裁啊，我们的简讯十连制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在科技上面让各国都花很多。 多时间来了解，而且也因此帮助了国外很多朋友的一些科技上面的项目。所以我觉得重点倒不是一项或两项特定的科技，而是我们的所谓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就是公民社会先提出一些具体的做法，然后我们公部门放大增幅这个做法，然后私部门再实做这个做法。那这种就是自律、他律到法律的这种做法，其实在台湾的整个。 包含从一开始的 I V 呢、啊，呃，假讯息防治方案呢、啊，那到防疫上面刚刚讲到简讯十连制啊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这种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的这种实践。所以这种实践就像刚刚讲到，我们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技术，democracy。 as a social technology，那所以民主就是台湾的社会创新跟技术的这种力量。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讲法，其实也让呃各国，特别是欧美，现在他们都面临所谓民主被民粹侵蚀，或者是说碰到呃极端化啊等等的其他挑战的时候，哎、呃，现在去看像呃 NBR 啊等等的这些智库的研究。 它其实台湾 model 这个字就常常出现了，所以可以说这是我们立足世界的一个新的一个立足点。 有十一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唐风政委你好，想请问您，为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制度，也就是自己拥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以及没有生产工具的无产阶级，存在这种少数剥削多数的情况，却能够主宰如今的世界哦？是不是只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容易在实践上面造成一种集权的统治哦？ 当然，你自己在官号里面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就是说，呃，确实，呃，本来想要用国家的力量把呃所有的权力集中去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的这样子一些管辖领域，呃，他常常都碰到一个困难，就是说，呃，因为他的权力过分的集中，所以即使是掌权的人也没有办法充分的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又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必须要就是为全民、为社会服务，所以他们就陷入一个所谓 central planning policy，就是好像什么都要由一群无产阶级专政的、专门为广大人民好的中央的规划师，然后去进行中央由上而下的规划。 那当然，其实我并不反对说，呃，去进行规划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没有第一时间的及时的讯息跟反馈的情况下去做规划的话，那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很不幸的一些情况。那而且这个状况会自我加强嘛，就是说，诶，那如果这个做了一个从上而上的规划，它执行不力。 那第一个反射性的想到的，就是因为在中间有什么阶级敌人什么的，那然后呢就要去进一步剥夺他们的自主权，因为。 不要让他们讲的话，这个呃破坏掉这个由上而下的传令的系统嘛。但是当你把这些言论集会结社新闻自由都破坏掉的时候，那这些领导的 central planner 就更不知道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了。所以这样子到最后就进入一个就是可能自己感觉很良好，但是实际上完全没有反映到社会的实际情况的的的,的事情。 所以，呃，我觉得这样子的交换的模式已经被证明说，呃，实在可行性是很有限的。当然，就是某些呃管辖领域还在进行类似的实验，但是至少啊、呃，我们全世界看起来，就是这个实验的方向并不是我们现在呃在民主国家致力于的方向。相反的，呃，我们在现在想要让大家都拥有生产工具的具体做法，可能就是去确保说大家在需要。 有生产工具的时候，不会变成是好像用人造的稀缺性，让这些生产工具变成没有办法取得。举例来讲，像刚才我一直强调的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其实在这里面，就几乎所有的城市嘛，都是开放原始码。 意思是说，你不会因为人造的稀缺性，什么版权啦、专利权啦，啊、呃，你用了一个口罩地图，立刻就被告啊、呃，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又或者说，在里面文化相关的一些产出，像在我们的台湾数位模型库啊、呃，或者是我们的国家记忆库，或者是这些 Creative Commons CC 授权的呃等等的这些文化资产，那你在创作的时候，同样的，因为它是使用创用 CC 的授权，所以你的生产工具也是完全由你自己。 呃，所可以掌握，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创意跟生产是在呃没有稀缺性的空间，就是网络空间，复制一份其实不会让本来呃的原件的那个人真的丧失了什么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不一定要去把它这个社会硬分成说，呃，无产阶级专政把所有的生产工具集中在为人民好等等。相反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把这些生产工具、这些城市嘛、这些创意、这些文化资源全部都。 都抛弃掉。 著作财产权，或者是抛弃掉专利权，然后让所有人都可以来运用。那所以你就只需要运用非常非常基本的，现在也有开放硬体，Arduino、Raspberry Pi 等等的这些硬体，那就可以去做非常多我们所谓的 Maker Movement，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去做出相关的产出来。那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变成是你是开放的对所有人，而且不需要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你都可以自由的去交换。它一方面有市场的这种反。 应最新状况的这种特色，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有社会主义的确保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来使用生产工具的特色。所以这样子所谓的开放式创新呢、啊，我觉得是嗯、呃，同时有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特色，但是在这两个过程里面，我们都可以让整个社会更加清楚的知道社会实际发生的事情。所以你既可以把它想成是资本主义的良善的一个方向的改良。 比较没有剥削的，你也可以把它想成社会主义的，但它比较分散式的，不靠一两个人的这种集权，而是靠所有人的集体智慧。你往哪个方向想，大概都是成立的、哦、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好，有十位朋友们问说，哎，五倍券领券机制为什么这么复杂、啊？是不是有更便民一些的做法？当然，等十一月就是你直接走进家里旁边的邮局就可以拿了哦，就是你完全不需要去用前面的那一些复杂的这些做法。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五倍券的领券的机制呃，特别是在数位绑定跟共同绑定上面，确实让大家觉得说，诶、欸，为什么以前都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设定啊？现在好像是因为大家推陈出新，都推出很多的优惠，好像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来引，就是来引发大家对于这些优惠的讨论。那这个讨论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不是只是运用大家的纳税钱来去做振兴。 为什么这个机制那么复杂？就是希望我们的店家，包含综合电商，包含地方政府，包含夜市商圈等等，每一个都在上面继续加倍，也就是不是只是五倍，而是七倍、八倍、十倍、十二倍等等。那就是因为要做出这样子一个加码的 leverage，这样子一个杠杆。 所以才会变成说，啊、哦，那所以你必须要先消费，然后再随时回馈，在上面才有什么好时券呢、啊，还要抽奖啊等等的这些模式。那整个目的就是让大家很容易的喊出家嘛。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去年，其实在纸本上面已经有。 类似的加嘛，大家可能记得去年三倍券拿去夜市商圈、餐厅等等都有非常多的优惠，那反而是绑定信用卡的这些朋友刷三千，对，可以领两千，也可以捐两千出去，但是却没有任何方法去加这个优惠。所以今年呢，当然是相对复杂一些，有一个数位标章什么，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哎，你可以到综合性的电商某某、PC Home 等等、Fu p n d a 之类的。那 Fu p n d a 现在也是综合电商，也可以买杂货、啊，那。 这些电商在今年都承诺说，他们就会特别去找有社会价值的在地的小农、庇护工厂等等，去成立一个五倍券专区，用他们自己的行销资源在这个上面去进行加码。所以你在电商上面去绑定之后消费，只要输入这个优惠的代码，那你就可以去用到地方政府的加码。 这个行业别的加码，经济部对于好时券的加码，或者是 f u l Panda，或者是 PC 红某某等等，对于这个电商的加码，全部都可以在同一个数位绑定里面，临柜去用好时券，那在数位的方面去使用电商的加码，当然。 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尝试,试啊，所以实际上到底会怎么样？那我们其实也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去踏出这一步的话，那就会像去年一样，就是只有不到百分之九的人会愿意来使用数位的支付。那今年我们先试试看。那现在已经有四百万人左右嘛。那如果这个诱因真的是能够让大家的加码不亚于纸本的加码的话，那相信之后。 不管是呃部会要去给大家一些相关的纾困啊，或者是直接一些社会福利补助的给付，就不用像以前那样子在填纸本、再跑一趟临柜、再办什么手续。像去年的刷三千、领两千，在自动提款机提两千块的那只城市，今年也就变成了我们的家庭的孩童防疫的补贴。呃，教育部给所有的家长每个小孩一万块，那你就可以直接在提款机领出一万现金，或者是直接在网。 网站上面透过输入你的账号，直接回到你的账号里边。之后部分时间工时也是顺着我们三倍券、五倍券的这个方式，所以可能在大家比较没有察觉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数位化整个跨部会的行政的过程。那就是希望让第一线的事务人的时间不要在。 那么重复的话，在申请案、核销案等等上面，那甚至如果是以纸本为主的朋友，像今年的卫福部的这种扩大呃防疫的纾困呢，它也是变成是你写好申请单，也不需要写那么多资料，你只要引印你的存折封面，你就投到附近任何一个邮筒，它就会聚集到一个 PO box，到一个邮政信箱，让专业打字的朋友去进行数位化，不会像去年那样子，大家要挤在它的呃卫生局或卫生所的，就是会。 柜台前面排队，然后变成是呃，就是在地第一线的这些做社会救助或者是呃社政科的这些朋友，记得去年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他自己打字打不完，就一箱一箱的都送到我们的卫福部，送到中央的社家属来。那今年也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了。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数位转型到数位再造的时候，一开始因为不是大家的习惯，一定会感觉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在每一次做这些数位转型的时候，就像简讯十连制，并没有说你。 不能用纸本一样，我们一定会留着。哎，口罩的预定你还是可以去药局直接拿。嗯，五倍券这些预约很复杂，你十月开始还是可以直接路过邮局就去拿。你不是说好像非得参加这样子的新的做法不可？但随着大家更多的参加，我觉得我们未来更多例行性的行政的工作都可以因为这样子在核销申请上面都进一步的节省我们公务员的心力啊、哦。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时候，朋友们问说：“哎，您觉得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发展永续的城乡？”哦，良好的问题。呃，我觉得发展永续城乡里面，永续跟发展这两个的互相加强，就像刚刚讲到的，以前在可能我小的时候，永续就是环境保护，跟发展就是经济的复兴复苏。 呃，感觉上好像总是有一个就没有另外一个、哦、这样子的情况。那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在大学的 USR，或者甚至呃更小的，就是国中小，学导入永续发展的课程，“永续发展”这四个字加在一起讲，变成说，其实永续才能促成真正的发展，发展才能够带来更多关于永续的创新。这个概念，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家看到总统杯黑客松，我们社创行动方案，我们 highlight 的都是一个一个去让大家看到出，你不是因为永续而牺牲发展，而是因为永续所以有发展的商机。不是因为上市贵公司上市了，他就不需要去管永续，相反，他永续的责任更重。那把这两个概念结合成同一个概念，我觉得是全世界现在在推行永续发展共同的一个。 方向，那我觉得在台湾，我们特别适合开这样子的，呃，就是一些具体的案例，因为我们蛮具体而为的。十七个目标在台湾都有专精这个的产业，跟专精这个的学研界的人士，不会像我们印太其他一些可能比较小的经济体，它这十七个只能做其中几个。所以我们在这十七个中间的触类旁通的互相加强，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了。那如果想要知道详情，以及每一个地方政府怎么样在他的地方。 去运行这套逻辑，包含写他的自愿在地的报告的话，那都欢迎看我们的社会创新行动方案的平台 s i 点台湾点 g o v 点 t w。有十位朋友们问说，哎，你觉得政府部门在杜绝假新闻的议题上哦，应该要做怎么样子的改善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二零一七年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步就是不要把它叫假新闻，因为呃，我爸妈都是新闻工作者，那在台湾 news。 新闻 journalism 新闻工作，新闻业根本就同一个字啊。那所以在国外你还可以说哦，fake news is not journalism，但是这句话根本没办法在台湾翻译哦，就是说哦，假新闻不是新闻工作，这这听起来就哪里怪怪的。因为呃新闻这两个字的多义性，所以假新闻这个字它很容易变成用来扣帽子。你可以说呃这个记者他写完之后，编辑给他乱下标题，你也把它叫假新闻。 或者是说这个呃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没有做好查证，但是他事后补上了，有平衡啊。你也可以说你前面他那个及时的稿是假新闻，这个也不算公平。那但是呢，根本就不是新闻工作的人，他弄一个仿冒的网站，他假装是新闻诈骗。 哎，这个也被叫假新闻，所以就是三个操作定义完全不重叠的东西共用三个字的时候，那就是我越讨论就越失焦、啊。所以我我在院里面，二零一七年开始，我主要的想要就是跟同仁讲的就是，千万我们自己不要主动用假新闻三个字。那后来院里面也从善如流，后来我们就说，哎，只是有争议的讯息，misinformation，我们把它叫做争议讯息。 那他真的是有意识的造假，造成危害，disinformation。Dis 那我们把它叫做假讯息危害。那但是无论如何，不管争议讯息还是假讯息，它当然都不是新闻工作，就是不要株脸牵连到做新闻工作的朋友。那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说，journalism is the real antidote against disinformation，就是新闻工作的民主化，才真的是解决。 假讯息危害的方式，你看这句话听起来就很顺了，因为我们没有用“假新闻”三个字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政府部门不但是要呃把争议讯息跟假讯息跟新闻工作分开，而且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让做新闻报道的人容易的去接取到及时的资讯。 那只要像我自己在记者会上面被呃媒体朋友问到几次的那种数字统计性的数据，我一概回答说好，那接下来最晚下个月我们就会把它做成开放资料。那你自己的资料新闻部门随便截取起来，去把它做什么视觉化就随你了，不是只是炒一盘菜新闻稿端给你，而是说那个呃生鲜的那些材料随时都产地直送了、啊，那你随时想要拿它做任何分析报道。 或调查报道都可以做，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及时的开放资料的话，那其实没有什么调查报道可言，对不对？你调查的精神全部都来拿那个 scoop，就是去拿呃所谓的消息来源去了。那但是只只有在这些具体的事实跟资料完全摊在。 大家的面前，而且每一个新闻记者都可以同样的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不会去抢那个第一时间及时的独家，而是去比拼说你是怎么样子找到你的一个 take，一个很好的看这件事情的角度，怎么样 frame，怎么样确保说关于这件事情更深度的需要被揭露出来结构性的问题可以结构出来。就好像我们如果不是把及时的口罩存量公开的话，那媒体朋友也没有办法来告诉我们说啊，你乍看之下好像药局。 跟人口中心都是完全重叠的，但是其实每一个人不是都有直升机？同样的，呃，公里外的药局在偏乡，他要搭公车要三个小时，对不对？那那像这些，如果我们不是及时的这些讯息出来，那根本就不会有及时的调查报道，或者像 OpenStreetMap 开放街图这样的社群，甚至直接可以透过直询的方式去说，哎，那我们就让陈部长知道说有更好的演算法存在，那部长就直接说，哎，委员教教我们嘛。 那立刻隔天嘛，就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口罩分配的方法，甚至包含预定等等，都在这样子的，就是调查报道、公民科技社群资料、呃科学社群的协助之下，立刻就变成政策。那我们如果没有去做这些及时的公开的话，那大家骂归骂，是不可能变成新的政策的哦。所以我觉得开门造局了，我觉得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个题目。那当然，开门造局的一个呃特点也是不但每天下午两点嘛，只会。 回答所有记者的所有问题，而且任何时候想要追问，你只要拿起电话打一九二二就可以追问了。那像这样子的一种实际去照顾到每一个人最习惯的接取资讯的方式，拿起市话打一九二二，而不是一定要大家来。 配合我们一定要看新闻稿，一定要看网站等等。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让呃真实的讯息，或至少目前大家确认为事实的讯息，它的 R 值哦，它的基本传染数能够高过我们的一些阴谋论啊，或者是一些有意的这个变造的这些假讯息的真正的方法。不然的话，大概都是治标不治本而已、哦、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最后十分钟有九位朋友问说，哎，请问您如何斜杠？ 分配您的时间哦，哦，时间分配其实很简单，就是睡够八个小时，醒来之后每半小时是一个番茄钟，然后就集中精神做这半小时的工作，在中间里面绝对不会被打断。那在半小时结束的时候呢，呃，也不会一头埋进那个工作里面，而是会稍微出来。 可能六七分钟看一下我前面做了什么，然后也看一下大家对这样子做事情有什么想法，甚至我半小时有一个 checkpoint 能够公开，我就直接公开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感觉就是，我不是好像为人民服务啊，不是 working for the people，是 working with the people，是跟大家一起工作。就是说，我的工作到一半的时候，我随时去看说社会上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那只要有更好想法，我下个半小时立刻就把它投入使用，我就不会变成好像自己关在嗯，就是呃想象中的那个世界里面去进行政策的拟定，而可以随时随地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可以直接召唤我嘛，在社群网络上，在 PT。 地上写个 email 来等等，那我不但会看到，而且一旦你提出好的创新的主意的时候，我的下个半小时就是你的了。所以这个也是类似像 Slido 的方式，透过一个民主的原则，去把自己的时间分配能够更敏捷的来回应社会上现在呃需要我呃下一个半小时去做怎么样子的事情。 那九位朋友们问说：“您如何看待在科技科技时代当中，所谓跟不上数位或者不愿接触新科技的人，在理解他们的同时哦，是不是不免会带着几身更加高尚的心态哦？”呃，我自己是数位移民哦，我并不是数位原生代，我已经四十岁了，所以我自己在从小的时候并没有个人电脑，我是到。 八岁九岁才接触个人电脑，网际网络我是十二三岁才接触，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好像呃我是就是完全是帮数位代言，不是这样子。我自己也经过呃就是输入法很难学啊，这个很不容易在网络上面啊表达自己的意见啊，或者是呃因为英文不好啊，所以在社群里面常常词不达意被排挤啊等等的这些嗯，所谓的网络移民的一些阵痛哦、啊。 大概我也都曾经在十几岁的时候经历过，所以我绝对不会变成说好像呃数位就是理所当然的，是大家要来配合我们。相信大家在刚刚我的回答里面也都可以看到，呃，只要是数位 only 的这些服务，那我都一定会竭尽心力去说服各个部会的朋友说，不行，你还是要有一个呃有一样的权利的，有一样的义务的。 不要因为数位而数位，而是让大家用自己习惯的方式。那些愿意来运用数位的新的方法的，再来运用。但是如果本来的方法也有社会创新的可能性的话，不要因为它不是数位就排斥所谓的类比的社会创新。好比像说，像呃，在简讯十年制推出之后，我在每一个这种演讲的场合，我都会说，嗯，其实如果你不相信你的电信商，你连用翻盖手机手动把这十五秒。 啊，十五码去简讯传给一九二都觉得不安心。我鼓励你还是用纸本，而且也鼓励你用在很多的偏乡，很帮长辈去刻他的连续章。所以不管你是视障朋友，还是不识字的朋友，还是没有带任何手机或手机镜头坏掉的朋友，那你都可以去用连续章。 这个创新就好像数位的十连制可以创新成简讯一样，纸本的也可以创新成连续章。连续章不用，不但不用沾墨水，而且你在上面可以留你的称呼的代号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留你的全名，你甚至留一个市话也可以。那只要到一家店的时候，你就稍微盖一下，立刻就进去了。说真的，说不定比简讯还要快呢。那像这样子的类比的社会创新，我觉得也非常好。所以大家就会看到说，我在演讲的时候不会只在那边歌颂这个简讯或数位的部分。 我也会说，哎，其实类比也很棒。大家在那边扫简讯的时候，反正也没有人在排纸本的队嘛，所以你如果信得过那个店家，那或者是你的连续章科的那个人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你不是实名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易调人员来讲，哎，连续章也很容易辨认嘛，没有字迹草率的问题，那这个对易调其实也是很棒的，并没有说一定比简讯十连制要来的差，所以。 因为我不是以数位为优先，我是让数位跟类比可以齐头并进，所以我不会觉得那些所谓不愿意接触新科技的人，他就没有创新的能力。他可以在既有的这种互动的模态里面，冒出像连续章这种，其实说真的非常创新，而且也解决排队赛车问题的这样子一种社会创新来。所有社会创新是一样好的，不是只有数位社会创新才好。希望要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九位朋友问说，想请我谈谈哦，目前台湾政府部门社会治理以及发展的状况，以及未来的目标。当然，大家都知道，在呃立法院目前正在讨论社会发展部筹备的这个状况。那因为网络上有非常多公开可得的资料。 包含郭耀煌老师、呃政委、呃的一些演讲，所以我在这边就因为只剩五分钟，就不再重述。那但是我这边也想要 highlight 一点，就是说，呃，在大家刚刚的讨论里面，我也发现说，哎、呃，对于大家各自的保护是越来越重视哦。那当然，我们在台湾目前的一个挑战，就是每个部会都是自己的业务以及自己业管的民间部门的各自保护的机关。 但这样子有它的好处，就是分散式的管理可以比较嗯接地气吧，就是比较理解到这个实际的产业。但是只要出现一个跨部会的事情，好比像说电竞，或者是运动手环上面的血氧计。 它到底算什么部会的？忽然之间就会出现三四个不同的标准不一致的这个情况，那这个也是在防疫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暂时运用指挥中心的这样子的做法去进行调和。那但是指挥中心毕竟不能永远紧急特别下去嘛，所以最近这个立法院也有提到说，哎，是不是里面有一些部分就应该写进传染病防治法，而有些部分应该是由各自的专责的机关，就好像在行政院有专门的做消保的。 专门做公平会的公平维持的，当然有 NCC 等等这些方式，去一定程度上面跨部会的维持这些各自跟隐私相关的这些秩序。那这部分因为跟数位发展踩油门可能不完全一样，这个比较踩刹车、哦、或者是离合器，所以这个部分呢，它是用另外的专法或者条例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它是数位治理真的是缺一不可。如果是只有油门发展的部分，而没有能够跨部会去协调。 条说，怎么样运用最能够保护隐私的技术跟方式，去确保说各自不会去胡乱的被收集或者集中，甚至在一开始就不要收集你的各自，能够用刚刚讲到的各自保护促进技术，然后来去做好像新的防火用续滤建筑这种建材哦、啊，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如果接下来要发展所谓的精准健康。 啊、呃，这种跟敏感性歌词有关系的产业的话，呃，不可或缺的一步。那这个也是我目前花很多力气在做的一件事情哦。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那最后三分钟，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想请我谈谈哦，对台湾 Can't Help 的利益以及期许哦。台湾 c a n Help 本来是用来翻转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以及 WHO 周边的一个论述。 因为在以前大家都是比较悲情的嘛，台湾 needs help。那但是呢，尤其是 WHO 以及 SDGs 底下提出了 health for all，所有人都能够负担的健康，这个其实跟我们全民健保以及我们不断以来在健康权上面的投资，其实是非常切合的。所以忽然之间是各国需要我们的经验。 是 WHO 需要我们，而不是反过来讲说哦，好像我们不进 WHO 我们就办不成全民健保，显然不是这个情况。所以就是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当时在 WHO 周边跟外交部、卫福部第一次提出了这样一个 hashtag，但后来就发现，像刚刚讲到所有时期，像 SDGs，其实台湾都有蛮好的模式给大家参考，所以就变成了 UN Global Goals，台湾 Can Help，所有的永续发展的目标，台湾都可以帮忙。 那当然，到了疫情期间，台湾真的开始帮忙了。那又冒出另外一个 hashtag 叫做“台湾 is helping”，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 台湾 c a n help 跟传统上好像只有外交官能够运行的外交是不一样的。这个关键字，民间的部门用的，其实根本比台湾自己在我们外交部门用的还要多。它其实是一个公众外交非常好的意思，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梗，变成了一个类似民音吧。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混搭这些民音的朋友，在 Twitter、在 Instagram、Facebook 上面去继续用台湾当做主题进行创作。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它呃一创不一。 定原创不一定有什么设定，二创是随意的。任何东西，只要它有二次的创作，其实，在概念的传播上面就已经算是成功了啊。所以，我觉得台湾 Can Help 绝对它是已经造成了很多二次、三次、更多的这些创新跟创造。那我也觉得说，不是说我的利益是怎么样，而是大家随时想到台湾 Can Help 时时候，能够赋予它什么更多的意思哦。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最后一个问题。 在这个智能化的时代，你觉得我们会不会被 AI 取代可以怎么样做准备？当然，只要在我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不要把它想象 a u、oh, t h o r i t a r i a n intelligence 威权式的智能啊，好像把所有的这个判断的能力都像我刚刚讲到的这种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方式，集中到所谓的 central planner。相反的，透过我们刚刚讲的社会创新、隐私保护、技术分散式的学习等等，其实现在有非常非常多方法去做。 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智能，那这个辅助式的智能是把 AI 技术用在不是取代人，而是像我们现在这种视讯软体一样。视讯软体并不是取代任何人的工作，它是把我们人跟人之间跨着空间或时间难以看到彼此、难以聚焦这件事情，透过好像辅助科技，戴个眼镜、戴个助听器这样的方式，让就算不是共聚一堂的人，也能够一起在校庆有这样子一个讨论跟研讨会跟及时的互动。所以让我们。 的 AI 的科技放在 assistive 的方向，而不是取代个人所谓 authoritarian 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科技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谢谢大家的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边？谢谢大家。